大家好，我是阿元。我刚才刚冲好凉出来，然后我发现呢，我们 studio 的那个冲凉房的门啊，有一点问题啊，就是你从里面关了那个门之后哦，在外面的人啊还是可以开进去，所以那个锁是坏了的。然后你就算在里面锁了，外面的人还是可以开进去，所以有锁等于没有锁。OK， 我的计划是这样子。阿旺呢，等一下呢，他confirm会进冲凉房冲凉，因为每天这个时间差不多七点多这样啊，他就要去冲凉了。然后我突然就有一个想法，我等一下想要在趁他冲凉的时候冲进冲凉房拍他的裸体。首先我要先讲一下阿旺哦，他不懂是不是有那种暴露倾向，他很喜欢哦。每次我们坐在客厅剪接影片的时候，我们几个人坐在客厅剪接影片，他就会突然间从房间冲出来，然后突然间脱裤给我们看他的屁股。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个东西了，所以我就在想他到底是不是有暴露倾向呢。所以我等一下趁他冲凉这样冲进去拍哦，说不定还会很享受那个过程。所以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等阿旺冲凉就是最美的时机。 Let's go。听到那个绝对不是营销哦，绝对不是营销。够好笑，我老哎！哇！我听错吗？你没有听错，你们也没有听错，绝对不是少女飞来了。平时都放屁啊！我这样子。我叫你一下哦，啊不，不要动我，真的，哇，真的痛，真的痛，我跟你讲，等一下哎。阿旺呢？他每天这个时间点一定会冲凉嘛？OK， 然后我那个厕所门坏了嘛？你知道不是？那厕所门坏了。你想说什么？他每次不是爽爽，我们在客厅剪片的时候，爽爽跑出来撸你的屁股给我们看。是不是？是看到血了是不是？哦，你有没有看过全裸啊？每次他跑出来都是给我们看下半身裸抱，上半身穿着衣嘛。我们这一次拍他全裸。可以。他在拍东西，他今天应该是蹦拍什么？还要看来，反正你有暴露狂了吗？对你来讲应该也不算什么问题了。我应不应该马赛克？不用拉的。我应不应该马赛克？麻一下喽，得空如果我不想呢？我很想拍有哦。你玩啦，走啦。不要拍了，等下来拍，等下拍。我冲凉先，不用拍。有种你不要冲凉啊！不要玩，有不要拍啦！你不要拍，你现在给我看一下先。你们变态的是吗？喂，你每次跑出来给我们看屁股，你不变态啊？无端端冲出来给我们看屁股，你是不是有暴露倾向？好了，走开！你承认你有暴露倾向先。好，有没有暴露倾向？有。走。可以。走。走啊走啊走走走啊！走开。
OK， 现在阿旺已经进去冲凉房三分钟了。Are you guys ready? Ready? OK? 确定？现在。毛巾啊，不要玩！毛巾在那边哦，来拿啦，这边，来来来来，
来，我牵你出来。我不，我放弃。走开呀、啊！来、啊，给你啊，给你啊。我老小伟，你真的要哭上，不要出声。你每次不是有喜欢撸屁股，有没有看到没？没有，你们看不了，我给他们看。我老伟，你们哦。你可以快走吗？我跟你讲啊，他以后啊不敢啊，再因为我们被牵撸屁股了。绝对不敢了，而且啊，这次啊不是撸屁股，是撸鸟哟。你懂啊？平常啊，我们在客厅这边剪片的时候、哦。我们都是在这个位置剪片的嘛 ，OK。然后阿旺呢，就时常从这个房间门跑出来 ，OK。我示范一次给你们看啊。每次我们在那边剪片的时候，阿旺就会这样 ，Hello everyone， 这样子嘞。我跟你讲，经过这件事情过后呢，看阿旺以后还敢不敢这样做来侮辱我们的眼睛，还要撸屁股，是不是？我们今天直接让他撸全裸。出来了 ，Hello！ 我现在场景结束，快跑！烫你啊！烫你啊！笑！哎！烫你啊！烫你！快点！我只能看到我。片呢，我跟你讲，今天这个影片呢，真的是笑到我够累了，尤其是第一波小明的屁，然后第二波阿旺的 G 根。OK， 这个影片呢，今天真的是让我笑到没有力，所以我现在连结尾都有一点懒惰，结尾我已经没有力了。我们就让今天的主角，好，旺可以啦，做 YouTube 是不是要给一点福利了吗？是这样讲。来，给你做一点影片的结尾。Come on， 嗨起来，嗨起来哟！